疯狂猫博士的实验室就要破产啦！大家赶快来 Mousecraft 里助他一臂之力，一起完成他的起司研究吧！游戏的目的非常单纯，只要在关卡中配置方块，铺出一条路线，让三只小老鼠抵达有起司的终点，就算过关。不过有时候方块反而成了过不了关的阻碍，不用留情面，赶快用炸弹把它们通通炸个粉碎吧！小老鼠们如果从三格以上的高处掉落，或是在水里待超过10秒，就会一命呜呼。碰上恐怖的机械老鼠，更是毫无招架之力。不过大家也可以将机械鼠和小老鼠的习性相同这一点反过来利用，尽快把它们排除掉哦。随着进度前进，关卡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机关和道具，能不能保住所有小老鼠，就看你的脑袋瓜灵不灵活啦。